北京是一座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古都，同时呢，它也是一座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。那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，就是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前门大街，大家看非常的热闹。前门大街我听说啊，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天街。对，为什么叫天街呢？站在我旁边的就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李杰，我们就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。贝贝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那为什么叫做天街呢？是因为啊，自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以来呢，这里啊一直是皇帝前往天坛和先农坛的祭祀御道，所以天街由此得名，也彰显了前门大街的荣耀。不仅如此呢，前门大街呢也是北京最大的古城保护区，还是天安门周边地区唯一规划的商业区，所以在这里啊，真的说是可以见证了600多年以来的北京的各个时期的历史文化风貌和市井风情。而现如今，大家再次来到前门大街，不仅可以感受古都风韵，还可以看到新时代的崭新风貌。